没看错吧？真不敢相信，我们竟然准时到学校了。校长肯定会表扬我们的。耶！嘿，我刚好有时间给毛毛来个恶作剧。别这么做啊！你的行为会产生蝴蝶效应的。我是艾克，我是刻意从22世纪穿越回来阻止你的。啥？你从22世纪穿越回来这里，然后就为了阻止我。